大家好，名人赞咪咪，今日同大家介绍翻 Hermès 嘅2424。咁2424嘅设计咧，就结合咗 Birkin 同 Kelly 嘅优点，个容量咧就同 Birkin 一样咁大，而手柄咧就会跟翻 Kelly 嘅款式。皮质方面，佢系用咗 Togo 皮嘅，咁就非常之柔软啦，表面咧就会有不规则嘅蕾丝纹。入面嘅设计咧有一个拉链位置，容量都相当足够摆个人物品。咁后面咧亦都有个袋仔嘅，咁方便你摆放八达通啊、电话。咁肩带咧系一条可以拆卸嘅肩带，其实佢长度啱啱好嘅，单肩孭唔会话过长。咁加上呢一个颜色系叫做琥珀黄、姜黄色嘅感觉，佢衬上金扣，无论你系咩季节，其实都比较容易衬到衫。咁中意嘅可以落嚟面试揾我，或者加我以下嘅联络方式。